第三届迷之乐 Ladies Running 路跑活动十号登场，近万名女性跑友一同从台北市政府广场起跑，现场气氛宛如嘉年华一样热闹，也让活动代言人甜美教主翁姿曼感受到强大的正面能量。我昨天其实完全没睡，因为我们拍到凌晨，然后今天是一早就来跑步，但是我觉得跑步精神还蛮好，像我今天一来，虽然我昨天都没睡，但是我看到大家就是很热情，我就觉得很有活力。本次活动将主题定为 Hana， 也就是日文花的意思。除了请来多位花美男头戴花冠装扮成园丁，沿路为跑友加油打气，还特别开设花样女子组，号召跑友美丽开跑。其实我们今天造型就是因为尤里她是我名古屋的那个，她日本代表啦，所以她就是今天衣服都她帮我们准备的。因为我们今年10月会在旧金山跑马拉松，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次有点像模拟的感觉，对。然后希望就到时候会带很多国旗再去旧金山跑。支持台湾的花农，所以我们就是全部都用鲜花。然后昨天他们都熬夜做弄花圈，还有那个手腕花，然后或是做花束这样子。对，那因为也是跟因为配合母亲节的关系，所以大家顺便买康乃馨给妈妈，也顺便做花。除了好姐妹之外，也有母女党温馨参赛，用相当特别的方式一起欢度母亲节假期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